那我们从最后面来看四十节哈，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因为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边啊提到的啊，当主耶稣在前面讲到，那么呢，对一个信徒，对一个跟随他的人，有一个非常啊，从人看来说非常强烈的要求，对不对？哦，你要爱父母啊，爱兄弟姐妹都要爱过我，是不是？所以从人看，好像主给人一个非常啊强烈的、非常大的啊，要人去牺牲跟摆上。但是后面这里讲的又告诉我们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又变成是一个好像很容易的事，很容易的事。为什么？因为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那接待先知的就是啊得先知赏赐，接待义人就得义人赏赐，接待神的门徒就得门徒的赏赐，又变成怎样？就变成一个很轻松的事，很轻省的事，对不对？因为你要爱主过于爱过自己的父母，这挑战很大。但是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一个先知，你就接待他，就怎样？挑战没有那么大，对不对？所以主把这两个部分都写在一起，他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接待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就是接待我，因为你们背负的或传达的或代表的是主的名，那先知是先知的名，义人是义人的名。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主在这边讲到一个服事，所有的服事的侍奉的人是因为那个名的缘故去侍奉的，而不是那个人如何，是他所担负的名，代表的名。那我们是在我们的摆上是为了那个名。所以这个先知好，他是一个先知，那我们就按着他是先知的名来接待他，他是一个义人，就当 义人的名来接待他，是不是？所以我们摆上是为了按着那个名。所以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让我们爱主超过爱父母儿女等等呢？因为那个名的缘故，那个名配得我们啊，把所有的摆上都给他。所以主在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为着主的名，那么把全人都摆上的时候，那么主在这里讲，那绝对是配得的，或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呢，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很严厉或者很严格，或者是好像我们思想自己能不能做到。那后面这一段就是让我们知道，不是在那里思想我们能不能做到，有没有本事做到，而是思想什么，我们为那个名我们就愿意摆上，那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你因着主的名把一杯凉水给一个门徒喝，主说我你就会得你的赏赐，就是他是一个生命中一个自然的因着那个名而去流露也就可以。所以这就是两在讲到啊，主给我们要跟随他的时候，一方面讲到的是，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看到说，我们要不要爱主，要不要超过父母，要，对不对？可是记得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你有本事做到，然后你要做到怎样才可以，不是，你只要因着那个名你愿意付出愿意摆上，神都纪念。所以啊，圣经就是要我们存一个本心，那么欢欢喜喜的啊，愿意去做，甘心乐意的愿意去做，上帝要的是这个啊，要的是这个。所以才会让大家看得到三十九节之前讲的很严格，那四十节又讲的怎样，很轻松，很轻松。所以有些时候想一想啊，你不用当先知，你只要接待先知怎样，
就好，对不对？那哪个容易？没有，当然他的本意不是用这个，本意就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侍奉，上帝面前的侍奉啊啊，主耶稣要我们不要担心，就按着你可以的用心去做就好了，但不要担心，不要挂念，不要比较，不要说啊，他可以做这样啊，我是不是也要做这样？那别人怎样，我是不是也要怎样？都不是要比较的，他不要我们有这些心，啊，都不要，就很甘心乐意，然后啊，很自由的去做，应着那个名去做也就可以。好，这是。我们有机会接待，我们就接待。可是如果有一天，假设啦，就是神要我们去做一点先知的那个时候，就去做。就去做，就是说，上帝要我们做，我们就做。啊，我强调的就不是比较的，啊，不是比较的，也不是说在当中啊，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其实没有。你背负那个名，别人接待你就得那个赏赐。那我们就今天就继续的从第十一章啊要来看啊，第一章开始来看，第十一章开始来看就是那个名的缘故，啊，你为了那个名，主的名的缘故，那么那个名，那么到底啊接下来啊跟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互动一个关系是什么啊？因为十一章之后呢就会开始有很多对比，很多对比，一个是为了主的名，但一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可以在当中看到这当中的一个落差，我们从当中做学习，所以我们就先来读第十一章。耶稣吩咐完的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哪里有祸了？我塞大哪里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所行在帕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帕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得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刚才我们在第十一章之前呢，讲到说主呼召门徒说，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跟随我、哦、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道路呢，是一个跟随耶稣的道路。所以最近主日我跟你们在谈希伯来书的时候，有讲到当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要思想摩西是谁。为什么？因为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对不对？要带领他们进迦南。那耶稣是把我们从罪跟死当中带出来的，要带领我们进永生、哦、所以、一个是看不见的主，一个是看得见的人。所以我们要从看不见的、主怎么去思想他，从看得见的人的事迹去做思想、哦、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我们不是、就是我们自己这样活，不是、哦、其实是有圣灵在里面带领我们，是由主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我们是跟着主走一条、一个要进入永生的道路。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主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一条往荣耀走去的道路上，往荣耀走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在往一个荣耀走的道路。所以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个，我们常常会走一个在世上我们要走的路，但基督徒不走这条路。基督徒要走的一条路是跟随耶稣走，往哪里去？往荣耀里去的那一条路。好，所以把这个放在心上，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那么呢，这当中、第十一章里面开始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为耶稣开路。为耶稣开路以后呢，他、开路了以后，那么呢，他自己的遭遇里面跟他所看到的情境里面，让他对耶稣有所不满。这个就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照着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个想法，他为耶稣开道路，因为他是先锋嘛，对不对？然后开道路以后，耶稣就是应当来做王。那如果耶稣来做王的话，照施洗约翰的想法，耶稣就应当把罗马人怎样改出去，让以色列怎样复国，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知道耶稣要来做王，他知道这观念是对的，耶稣是要来做王、哦、然后呢，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也尽他的忠心做摆上了，对不对？因为天国近了，那么人都要悔改，他也忠心传达了。但是呢，接下来的发展不照他的想法，或者不照他的理解，不知道他的想法，不知道他的理解，所以施洗约翰就怎样，就开始会觉得说，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都那么用心摆上。或者施洗约翰他对神的国的理解是不是跟耶稣传讲的神的国就是有蛮大的差距？有，就是说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施洗约翰知道几件事情是对的。他看到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他看对了，对不对？可是约翰一直不能够知道这一点，他看得很对。第二个，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他要来的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这个也对。然后他讲我必衰微，他必兴盛，这个也对，是不是？所以约翰心中在等什么？在等耶稣兴盛起来，是不是？但是耶稣所做的事让他觉得怎样？不
就跟耶稣的兄弟一样，都觉得耶稣做得太慢了。如果你是耶稣的兄弟，你是耶稣的门徒，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做很慢？耶稣你有那么大本事，你可以行那么大神迹，是不是？所以应该怎样？就是你就像摩西一样，神的杖一举，对不对？那以色列的众人都怎样？都跟随你啊，是不是？然后你就率领我们，就跟士师一样去作战，每一个一仗打下，你一定怎样？赢啊！所以人的想法是很直接的，哦，我们受这么多苦，我们受这么多的情境是这样，哦，那以这个施洗约翰对这些宗教人士是很不满，对不对？所以他碰到法利赛人，他说什么？毒蛇的种类，你看到没有？所以他表示他对当时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很不满的。所以他直接呼喊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毒蛇的种类，对不对？你们怎么能够逃避将来的愤怒，是不是？所以他是很不满的哦。所以他应该是一祭司，可他却不在圣殿里面服侍，他就跑到旷野去。所以你可以从这些迹象，我们可以知道施洗约翰呢，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也知道耶稣来是要代替世人的罪，他也知道耶稣来要用圣灵跟火，对不对？可是他知道耶稣要代替世人的罪，但他不知道耶稣要以什么方式，不知道。所以 他没有想到的耶稣是要用死的方式来叫人离开。那他以为是什么方式？他能够这样讲应该是有一个，他可能有一个想法，但是那个想法很可能啊，很可能，因为我们碰到他才可以问，很可能是用那个献以撒的方式，就你会做这个事情，但你不一定真的会怎样，会死，会死，对不对？或者是怎样？就是他到底怎么想的？他一定没有复活的观念，或者说他一定没有说耶稣要为我们死而复活。但他很奇特，他知道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可是旧约里头有讲到那个羔羊还会再复活，施洗约翰。对，但是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施洗约翰。就是如果我们是施洗约翰，我们会蛮冲突的。一方面讲他会死，因为他是神的羔羊，要代替我们死，对不对？一方面讲他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对不对？一方面讲他会死，一方面讲他又会兴盛，所以这两个是不是能够摆在一起怎样思考的？所以，但是他觉得耶稣应该可以做快一点，这一点是老师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就打发人去问耶稣啊，就是我们要等你还是等别人？意思就是说你怎样，你的进度太慢。可是这句话也蛮有问题，因为当初他在帮耶稣施洗的时候，就天都开了，圣灵降下来，也听到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不是怀疑，他是责备。我比较解释是责备，对，不是怀疑，因为他已经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责备耶稣。他有一点责备的口，应该是责备，就是说你动作太慢。那如果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特性，这一点我是比较能接受，因为他比较像谁？以利亚。以利亚是什么？快。以利亚这种先知都是急，对不对？急快。所以做事情都是急，做事情都是快，所以 我是觉得约翰也是这种特性，所以他会觉得耶稣慢，等你等那么久了你还做这些，所以他不是怀疑，他是有一点不满，不满耶稣你做的怎样太慢，你应该快一点，你应该显出其他更不一样的作为，对不对？好，所以你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第四节，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看到没有？所以他们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你们去跟约翰讲，我还是做这些事。讲简单的话就是说，你们去跟约翰讲，我还是做这些事，我不做别的事。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去跟约翰讲，我还是做哪些事？我就是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福音传给他们。耶稣讲的这六件事都是怎样？都是针对那个有需要的人，落在难处中的人。所以耶稣主耶稣跟世界一样讲，我还是怎样？我还是去救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还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还是继续做这些。耶稣讲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当初也是预言弥赛亚要做的。 对，所以我还是做这些事。那所以约翰的意思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情境，就是说耶稣你做这些事是对，因为本来你就要做这些事，但你还有一些事要做，你怎样？怎么还没做？就是这个而已。你要叫 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活，这个你都做，因为以赛亚书我们读过他要做这些事，对不对？可是你还有一些事要做啊，你还有一些事要做。 那些事你还怎样？你还没做啊。即使约翰是要耶稣继续怎样，不是继续做这些事，这些事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大家也就知道你是弥赛亚，那你应该怎样？做点别的。你应该开始显出耶和华的荣耀来啊，开始带领带我们啊，开始怎样怎样，把上帝的国怎样彰显出来。就耶稣要再做这个事，这个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显现的。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其实人很难想象得到，很难想象，即便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也很难想象他所走的路径是这样。所以门徒都知道耶稣是基督，对不对？可是门徒都想不到的，基督竟然会为我们死。因为这个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高高在上大有能力的王，一个是怎样？一个是完全没有能力要被杀的人。那这两个怎么会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特别，耶稣的形象就是这样，他是最无助的羔羊，也是最凶猛的什么狮子。所以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极其凶猛，对不对？可是他又是什么？耶和华的羔羊，这激起什么？软弱。所以一个羔羊，一个狮子，不是，这两个怎么会摆在一块？所以只要思想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 不能够从圣经上帝慢慢启示我们去思想，其实我们很难把这两样把它摆在一块 去思考。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呢他是只是觉得耶稣你动作实在不够快，你应该很快的来做很多旧约圣经里面应许你要做的，你要叫我们呢把耶和华的荣耀冠冕带到我们身上，你应该开始设立这个以西结讲的一个新的王国，对不对？他可以有想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的一个困难，因为过去的预言你不知道将来发生的时候原来还有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对，所以解释预言的困难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读的圣经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恩典在这里，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我就会跟你们讲这是第一次来，这是第二次来，对不对？可是对以色列人怎样，他没有办法知道，他以为就是这样来，就是这样，但他不知道他分什么分两次来，所以就蛮难的。那但是耶稣在这里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不懂，但是你要信，你可以不明白，你可以只有疑惑，但你仍然要信，这就是重点。就是说
你们去告诉约翰，你可以不明白，或你可以疑惑，或你担心，或甚至你在当中啊有一个不满的心，但总是要信。所以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人为什么会跌倒？就是因为人想要用人的观念让圣经符合我们的观念，我们就会跌倒。你一定要让神来讲他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把圣经要用我们的观念来走，我们会跌倒。因为那是谁的观念？我们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所以不要，本来我们觉得很奇特，一个人因为耶稣怎么会跌倒？因为耶稣应当怎样站立啊，对不对？因为耶稣应当有丰富啊，应当因为耶稣应当更好啊，对不对？可是却会因为耶稣怎样跌倒？为什么？因为耶稣所要做的，或耶稣所行的，或耶稣在当中显出来的，不符合我们的什么期待，我们就有可能怎样跌倒。这样了解吧。所以有些时候啊，弟兄姐妹会有一点点，会有一些困扰是啊，你觉得耶稣应该医治，那你就一直祷告进食什么都摆上了，结果后来有没有医治？没有，那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觉得主你应该怎样医治，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会因为人的信宗教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是要我们信，我们信。信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不是我认定主你要怎样，而是主他我交托给他，完全照着他所给的来走。所以啊，耶稣一方面告诉约翰说我就是做这些事，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因他跌倒。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时候有些时候蛮合理的，我们认为蛮合理的，对不对？耶稣你现在就应该解决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用一个约翰福音的例子，马大跟玛利亚跟耶稣讲，耶稣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就怎样不会死，在人的时候嘛，对不对？耶稣你早一点来，我兄弟就不会死啊，那你怎么不早一点来？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所以人我们有些时候不太能够知道上帝的时候，那有些时候我们会问很多为什么啊，但是上帝有些时候许多时候通常不讲为什么，通常不讲为什么，因为就是要你去经历它。然后第七节他又肯，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肯定约翰是谁，他肯定约翰，他说约翰是谁？约翰没有错，就是约翰仍然是上帝原来兴起的那个约翰，他是一个上帝在这个世代当中作见给耶稣做见证的那一位。所以你们当时为什么去找约翰？你们在哪里找他？在旷野。为什么你们要到旷野去找他？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细软衣服就是穿那个名牌的名贵衣服的，对不对？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是那个在这个旷野野地里面的人穿的衣服。他说你们也不是去看风吹动的芦苇，对不对？你们去看什么？你们要去看，你们去看那个上帝差来的先知，那耶稣做见证，他比先知大多了，因为他是为主开路的那一位，他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为弥赛亚开路的人。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跟他们讲，妇人所生出来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记得哦，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兴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为神做见证大过什么？施洗约翰。所以每一个神所呼召为神作证的先知里面，那么谁能够做最大的见证？施洗约翰。因为所有的其他上帝兴起来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见耶稣是弥赛亚的见证，亲眼看见，施洗约翰看见了，因为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什么身上，因为他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亲眼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同坐的见证，
所以兴起来没有大过时期耶和，知道吗？所以是讲为弥赛亚做见证的这件事。摩西有讲过，摩西说神会兴起一个先知向我，所以你们要听他，对不对？但是摩西没有见到，对不对？摩西后来在变相山上才见到耶稣。所以其他的人在世上被上帝兴起来为弥赛亚做见证的，没有一个人的经历超过约翰的。约翰其实是有什么最大的经历，这样了解吧。但是呢，你说，但是呢，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又是一个对 很强烈的对两端，对不对？在世上为弥赛亚做见证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所领受的更大。但是在天国里面来跟他比的话，那么呢，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怎样大。所以这里强调什么？强调一个人从天国里面的得着。约翰是在地上的得着，他在地上得着什么？得着说，哦，我看到弥赛亚了，我看到上帝的见证，我看到圣灵的见证，对不对？这个是在地上的看见跟得着。但是如果你在天国里得着的话，你在天国里得着的要远超过在地上怎样得着的，这样了解了。所以我们基督徒 要相信，这叫相信，相信说我们在天国里面要得着的一切，要比你现在在圣经看到的这些先知所认识的一切仍然怎样更超过，超越过，更超越过。因为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怎样大。所谓的大，就是讲到那一个领受的丰富，领受的见证远超过。好，讲一个最简单的，约翰现在在监牢里 还在那里对耶稣有所不满，像说耶稣啊，你怎么还不赶快做这个，还不赶快做那个，对不对？但如果你现在被带到天堂天国的话，你会怎样？你会跟约翰说，约翰不用急，因为这些事都要怎样，都要成就。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已经被带到 天上去，你会怎样？你已经在哪里了？天国里了，对不对？这样就是神，因为施洗约翰跟耶稣的这里面的一个让我们造成的冲突，就是施洗约翰责备耶稣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怎么只做这一些不做那个的，是不是是要我们知道，就是神的怜悯比人大很多，因为在神的 眼里，在我们人眼里觉得那一些应该被灭掉的，其实在神的眼里他也还是给他们机会要拯救他们，是不是？对，其实神远超过我们看得见的。对，这也是其中一个，就 神有很多他要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是从我们的角度去思想上帝你应该这样做，是不是？可是我们不知道上帝考虑的要做的远超过我们怎样想的。有很多时候我们 都会觉得啊，上帝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你应该怎样，对不对？那我们从我们的立场角度去想，我们找不到那个错。为什么找不到？因为我们就是有限的人，我们能思想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些。所以有一，我突然想到有一句句说，神，不是单言是给我们机会悔改，对不对？对。就有这样一句经，我突然想不到，所以意思是说，我突然感觉是说，第一次耶稣来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悔改，对。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审判。嗯。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以前我也是搞不懂施洗约翰的这个。这一部分，现在说听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耶稣第一次来一定是恩典的日子，一定是上帝对人宽容忍耐容忍的日子，一定是这样。
但是他不是代表神宽容忍耐我们，不是代表他不公义哦，他只是给人一个恩典的机会。所以我们到天国以后，所以保罗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我们在地上认识耶稣，好像看着以前那个镜子，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将来我们跟主面对面，就一切都怎样，都清楚了，都清楚了。所以在天国里面的，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在神自己的国度里面，那一切都真实了，这都真实的。所以天国里最小的比那个在地上的约翰还大。那在天国啊，这位请讲。请问约翰到底跌倒了吗？他将来还是会在天国吗？哦，不会跌倒。约翰最后他神就跟他跟以利亚很像。以利亚耶洗别要杀他就开始跑，对不对？从人看他怎样跌倒了。那跑了以后，跑到最后，他还是跟上帝一直抱怨，只剩我一个，对不对？上帝说，你只看到你一个，可是我为我自己留几个，7000个是你看不到的，对不对？那一样一想，7000个那么多，我怎么一个也没看到？所以不会，属神的人，我们有一个恩典在这里，就是啊，虽然我们会一时在当中，我们会失脚，但不会整个扑倒。要记得这个，我们会失脚，知道吧？我们会有软弱，会有怀疑，会有不满，会有怎样？但是呢，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就是上帝的孩子。神一定拯救我们到底。但是虽然是这样，那么呢，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呢？最后讲，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所以这整段话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虽然这句话在解经上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说啊，天国被猛烈的攻击啊，怎样怎样，但我还是会希望从上下文啊跟你们谈这个什么意思，叫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意思就是非常强烈的用力，好像一个门打不开，你想把它怎样撞开一样，这叫努力，知道吧？一个门然后你就打不开它，最后你只要怎样把它撞开，这叫努力。所以天国呢，你要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用力的，就是其实就是说天国是要有一个心，就是你就是一定要进去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心意，就是说以那个标的来说的话，我就是要进去，无论是什么代价，无论是怎么情境，我就是要进去。所以耶稣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呢，就是要这个心理，就我一定要跟随。那么在当中我会遭遇很多种思想，像约翰一样，对不对？约翰本来是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可是呢，遭遇的情境不是我认同的，那我就会怎样？我就会开始抱怨了，我就会开始质疑了，我就会开始对上帝不满了，对不对？好，但是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如果我们要信，我们要进天国，我们就要执意，就是这样。好，我会有很多意念，我会有不同遭遇，我就有不同的意念，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意念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你都要把它放下来。都要把它放下来，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思想跟意念都超越不过上帝要做的，知道吗？不会超过上帝要做的，一切都是上帝在做。所以人会有很多的想法，问上帝为什么？约伯记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约伯就一直问上帝为什么？
我又没有错，是不是？人家都说我错，可是我没有啊。人家说我这个有错，我说我没有啊，那个有错，我没有啊，是不是？可是事实是什么？这就是我的遭遇啊。那上帝你应该解释吧，我为什么有这个遭遇。可是 上帝从头到尾都不怎样，都不解释。好，上帝只做一个，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我在管理，我在引导，都是我的作为，那我是先解释给你才做吗？需要吗？不需要。你要怎样你就要完全相信，对不对？所以上帝跟约伯讲，你知道这个吗？不知道。所以 你不是我不是因为你知道了我才做，我也不一定说我做的你就知道，对不对？所以上帝跟约伯讲，我做的你都不知道，那你要我解释给你，你就可以知道吗？不是。其实我们跟随主常常是经历里面经历，不是知道。我们以后会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就上帝的恩显明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因为后面这里有讲，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一切你向婴孩 显明出来，向聪明通达人就怎样隐藏起来。所以最后你会说，上帝啊，是的，你的美意就是这样。那些不幸的时候，因为像我们还知道说耶稣来了嘛，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约伯那时候就是知道有一位神，那他遭遇那些不幸的时候，他要信，是信说这所有的苦难背后有神的美意吗？那等来要相信。对，但是像我们相信是相信耶稣，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但是在约伯他又没有圣经，然后他遭遇这么多不幸，然后他知道有一位神，他一定会想说为什么这样对我，那他要信什么？ 他仍然要相信天地间有一位造物的主宰，他既然赐生命给我，他会负责。所以他也有天国的概念吗？没有我们这种概念，但是他有一个概念。好像讲说约伯的心里还是有一个救恩，有救恩的概念，有，他只有上帝一定会救他，因为他也不是犹太人，所以我觉得他好难得。没办法，不是没办法，就是上帝的恩就是这样，就是人很奇特啊，人啊，所以在这里我 跟你们交通的，就天国为什么是努力进入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会遭遇许多的拦阻，许多的让我们在当中觉得质疑、担心、害怕的都会有。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就好像怎样，我会破门而入不可。要一直有抓住这个心，一直有一个心。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就你不用担心，总有一天上帝会让我们知道，会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过程中会不会不满？会。会不会想解决？会。比如说我讲周姐的例子啊，我以前她妈妈比较，我岳母是一个很担心别人说话的人，很担心别人说话的人，你跟她相处会怎样？你就会觉得这种事情没有必要担心，对不对？这种事情不要那么在意，可是他就怎样，很担心别人怎样说话。所以我们带小孩回我岳母家，我很有压力，其实周姐也很有压力，因为她妈妈一定会说她孩子怎样，不会教没教好。那我的小孩本来就顽皮啊，就喜欢玩啊，就会动脑筋啊，就不是乖乖这样坐在那里的，对啊。所以每次回他家，周姐非常紧张，我在当中非常不满，我也觉得压力太大，没有必要，啊，你没有必要这样子。
那有几次很想跟他谈谈，说你为什么要那么紧张，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那他就是一个小孩嘛，你这么在意干嘛，很想跟他谈这些，可是就一直在想，上帝你为什么要让周姐有这么大的困难，对不对？他以前我们刚回台湾的时候，回我家已经有很大压力了，因为我家里都还不信主，回他家他压力没有更小，没有更小，因为他不知道他妈妈什么时候会爆炸，你知道吧，你一回去突然之间哇，他就被骂了，然后他也被骂得莫名其妙，或者是他被责备得莫名其妙，他也不知道了，然后他要解释也解释不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哪有这种，我都很想去跟我岳母好好的这个按照事理解析告诉他不是这样的，应该，可是这个事情我一直没做我后来要换一个方式，跟我后来发现我 不是需要去做这件事，我真正要做的不是做这件事，我真正要做的是帮助周姐，告诉她说，那你妈妈是这样说，那事实是什么，你妈妈是这样说，事实又是什么，对不对？那事实是事实，别人怎么说，因为关系的缘故，所以你很在意，对不对？你为什么在意？因为关系嘛，因为说的人是你妈妈嘛，是不是？所以事实归事实，但是说的人会让你很受不了，因为他跟你的关系，所以要慢慢从这当中去厘清出来，让自己不陷入那个困境，关系的困境，然后从出来以后，自己的心才会开始得到一个抚平，得到一个平静，得到一个安稳，才能够有感恩，才会有感恩，才会有感恩之后，你才有机会让他的妈妈去看到说，事情不是像他想象的这样，或他看到的这样，这样了解吗？如果你一直去对抗他的想法看法，他为了坚持他的想法看法，你就跟他一直怎样冲突，一直对抗，但是你没有去跟他对抗，你只是开始用一个厘清事实，然后用一个对的方式，所以说事实是这样，所以我用这个方式去反映给你看，这就我跟你们讲过，镜子就是这样，镜子就是什么，把那个真实面怎样反映出来，你不用增加什么，所以慢慢的我岳母才会慢慢的才会开始松，松到有一天他会说，女儿啊，你要辅导我。我说那就好了。他会开始跟你说要你辅导，你就可以心境就调整过来。不过那花很长的时间呢，花好长的时间，花至少10年以上。所以这个就是。你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不马上解决，因为马上解决是没有什么太多帮助的，因为他内在的问题不是马上一个神迹解决掉就解决掉了，生命的问题不常常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历程，去经历上帝的恩，然后从当中经历上帝恩以后，然后就从那个困境中走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对家人的福音通常是这样，是一个历程，是一个历程，那会比较长，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恩，所以过年前我跟中田的父母施洗嘛，你们不知道吗？中田谁认得？只有你认得，跟陈恩你也不认得嘛，所以你来之前他们就以前中庭这个姐妹刚信主的时候，她也是爸爸身体不好，妈妈照顾她，她也是一直很担心说爸妈都爸爸很反对不肯信啊，怎样怎样，我就说你不用，你就祷告就好，时候到了上帝就会带领她，
然后他会觉得你应该做什么事啊。我说你要做什么事？我说你祷告就是做事，你祷告就是在做一些事，可是我们看不见的事。然后过年前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李哥，我事找你。那我一开始我很紧张，以为他们夫妻又有什么冲突的事，哎，发现不是，不是夫妻的事。我说那不是夫妻的事，那就我放心了。爸妈的事，然后就后来他原来是他爸妈要受洗，蛮感谢神的。许多时候不是我们计划中的事，或者预期中的事，上帝有他自己的时候。所以我回到这边经文呢，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记得就是要我们有一个迫切的心，就我就是要进神的国，就这样子，这叫努力进入，我就是要进上帝的国。会有很多种思念告诉我们，撒旦也会用很多欺骗的手法，对不对？可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是上帝的百姓，我是属神国的，要记得，就是我们就是要确认这个，心中就要笃定这个，这叫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进就要笃定，不笃定，别人就会说，你看啊，你信耶稣啊，你也日子也没有比较好过，对不对？那我们就开始想，对啊，我信耶稣怎么日子没比较好过？那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也会有一种困难，是说，你看人家也信耶稣，日子过那么好，那你想，对啊，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对不对？所以我们 很容易就怎样， 就会因着困难遭遇的实际，记得我们的困难是实在的，对不对？不是虚构的，所以我们会因着这个很实在的困难，就导致信心动摇，信心动摇。所以要记得，我们就认定，就认定，会有艰难， 会很想问为什么，会很想怎样怎样，会很想采取行动，我们都会想，我们都会想，都会有这个冲动想要去做，但是记得祷告以后把它放下来，让上帝来做一些，让按他的时候做事。所以他主耶稣就这里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叫我们听就好。有没有叫说我们做？没有，叫我们听，有耳可听的就怎样，应当听，意思就是我们听去信他就好，去信他就好，去交托就好。没有说你有所可做的就应当做，那就怎样你不做做不到怎么办，对不对？没有，主说你听就好，你听意思就是我们就相信主是这样子就好。那这世代的人呢这世代的人，这世代的人总是怎样，总是在当中，总是在当中会有一个否认的态度。第十七节说孩童在街市招呼同伴，孩子在玩，对不对？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我吹笛你们就跳舞，举哀你们就捶胸，这是孩子在玩，玩什么？玩家家酒，对不对？大家来扮演嘛，但是呢耶稣就讲，约翰来的不吃不喝，你们就说他被鬼附，就是讲施洗约翰。那么耶稣来的吃喝，人家就说他贪食好酒，所以又说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明白智慧是什么，或者智慧之子总以在智慧上显为是。所以耶稣让我们看到，那个要真正有智慧，真正有智慧，就是要知道，不是让那个表面的现象很快就怎样带动走，也不要很快产生否定的心，知道吧？我们人如果都是肯定的心就比较简单，但我们容易怎样，有否认的心，否定的心，否定的心。但是对上帝我们总是肯定他，对神的话总是肯定他。为什么？这叫真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一个人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中，反复的思想，认定他，上帝你这样说嘛，那我就这样认定。那别人会质疑我说，
你这样有什么好处？那我们也不一定回答得出来，对不对？我们不一定回答得出来了，甚至我们会觉得，对啊，照着人的想法，这样没什么好处啊，没什么好处啊。所以有些时候，没什么好处，那怎么办？那别人就觉得你所选的路是一个很没有智慧的路啊。那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我们刚从美国回来，最辛苦就是这件事。我们孩子要自己带，那家人都觉得你们这一对夫妻实在是很不合理。30多年前，台湾经济正起飞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工作太好找了，然后薪水也不错。我自己带是 homeschooling 吗？啊，不是，是周姐妹工作，没有去工作啊。然后没有去工作，然后他就问说你们在做什么？我说我们在教会服事啊，我们在带学生团契啊。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去赚钱？对，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对不对？父母，尤其父母会这样想。然后我说我们要自己带下来，然后他觉得说你们这一对夫妻真是不可理喻，天底下没有这么笨。所以你跟你们决定要自己带小孩，这个理念是从哪里来？从圣经来啊，我们就觉得孩子是神的产业啊，我们就是要照顾孩子。除非真的有难处，或者出去工作不可。但有些时候真的很需要钱啊，那我们就跟神祷告，如果你让我真的钱不够，那我就没法走啊，对不对？那钱够我们就继续留着。那什么时候会什么时候人家会觉得说你们这样比较好？那就等，你可能等10年，等20年，也没有所谓比较好，就是可以看到你走一个不同的生活的路而已。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智慧是这样，智慧就是上帝你怎么说，因为上帝会为他的话负责。我们认为我们有智慧，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的对，对不对？事实上是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选择是这样的，会怎样？我们这样肯定。那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的话是他认为要这样，要那这样，要这样，所以一定会怎样。那谁，哪个才是真有智慧？所以真有智慧是认定什么？上帝的话。所以在这里耶稣用这一个来回应到这个约翰，回应到天国为什么是值得我们努力进入，因为它是上帝的话，那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因为一切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就说我就是要这样的人做，而这样的人反过来想，是不是他是真有智慧？因为他用的智慧不是我的智慧、人的智慧，是上帝说我要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有一种属天的智慧，就在这里，属天的智慧。好，那么后面牧师像18、19节讲到说，约翰来不吃不喝，我们以为他被鬼附了。那人子只有吃喝，觉得他好食，好像是我们只看表面，我们就下了结论，是不是？对对。可是像17节讲到，我向你们吹笛，你们却不跳舞，你们向你们举案，这又好像是不做适当的反应。对。这跟后面2节的怎么连起来？因为他在讲到我们人总是采取一个否定的一个方式。我们应该是这样反应的，可是呢，我们里面又有一个否定的心，有一个出于人自己的意识，会有一个否定的心。这个特别是讲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话，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都是肯定的心，那就怎样？那事情就很好办，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对上帝的话会出有一个什么？会吗？
是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非这样不可吗？我们就有一个什么信不上，对不对？否定的心。会不会说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不吃不喝，我们就会觉得哇，他好厉害哦，他可以不吃不喝，他一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目的，或者他有一个，就是他真的没不会想要，就是享受吃喝。那、啊、如果有一个人他享受吃喝，我们也觉得哦，他很有福气，他可以享受吃，就是比较正面肯定。就是说，我因为在还不知道说这个是。就是还不确，就不知道耶稣是人子或什么时候，就是从神那边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神的时候，是比较乐观的去肯定。那因为比如说有人吹笛，那我们肯定他有人吹笛，我们就跳舞吧。可是如果我们否定他说哦吹笛好吵哦，我是这样想啦，就是以智慧为师，就是我们先不要去否定批评，所以就是我们的举动都。就是我们的反应都不对，就是该有反应的，该跳舞，该跟着唱和，或该跟着难过，我们却没有。可是，不该马上下结论，就说人家被鬼附，就说人家艾滋，我们又却怎么做？就是我们的反应都不是正确的。对，所以我们的反应都没有回到那个真正的智慧上。对，我们以为我们做对，其实我们都。做的不适当。对。可是你刚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神希望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很单纯、很简单，就是相信他。可是有的时候，就可能是不是受的教育背景，他就不是这样子要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信会不会很脆弱？他经不起任何一点风吹雨打，他因为他就只是很单纯的信嘛，所以会碰到一点点状况，他是不是就这个信就崩溃了？那就会觉得说，哎，什么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那如果经过了一些事情了之后再去信，那就好像我只是这样子在，因为我会觉得说教育的过程当中，它是教我们你要自己去思考的。就像现在只要涨价，大家都在买，那我要去判断决定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嘛？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其实经过，当然我如果真的很蒙福，我就是像孩子一样，一开始就是完完全全相信，那真的是很蒙福。可是如果我就还没办法这样子习惯，我还是要去想一想啊，弄一弄啊，然后最后我还是发现这真的就是最最简单、最幸福的，那我也没有太差吧。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因为我刚才一直讲，我们信仰是一个过程，知道吧？一个过程，要记得，我们就是一个在一个历程当中，只要我们一直定睛跟着主就好。我们都是在一个历程，啊，有高山有低谷，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历程，慢慢去经历它。那像十七节啊，像比如说我像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是不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对音乐很敏感，他看到有听到有节奏的音乐，他就会想要随身，就会想要动。可是有的人就算再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也很有节奏，他就是一根木头这样子，就是那样子，就是好像是不是说他这也有解释说，就是他对那种东西是，他不是不觉得他不是觉得他不好听，而是他就是。他就是天生就是没有那种动感，或是说那种反应。那这个在这边的话，是不是可以有那种，比如说我就是可能我天生就是没有那种动感啊，那种这样子的，就是我就是不会有反应。就算你吹再好听，我还是不会跳。这样。不，他这边哈，这边比较强调的还是一个耶稣都想用简单的话讲。就是孩子在玩家家酒，你就知道他在玩家家酒，所以你就怎样照那个情境去什么去思考就可以，对不对？那么当耶稣来了，约翰来了，人要去思想他来的情境是什么，对不对？总是要去知道他来的情境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是先知，那你要用先知的情境去想。如果他是弥赛亚，你要用弥赛亚的情境去想，对不对？要不然就会怎样，就会弄错掉。所以彼得十三节这边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现在有很多教会就
就分成两边嘛，一边是说啊，还是有先知，还是有预言，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哎，就是。哦，这一句话是指刚才我们要解释，这一句话是指对那个耶稣的预言。对耶稣的预言。对耶稣的预言没有的，没有的，因为已经到约翰怎样为止，因为耶稣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如果说耶稣几年几月几日会再来，那个就不会是。都不是，所以如果有人说啊，耶稣是又是谁是耶稣，这些都不对了，因为已经怎样停止的，啊，因为耶稣已经显现出来了。好，二十节到三十节这一段话是耶稣自己给我们看到一个，啊，他在当中的一个经历，啊，在当中一个经历。如果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诸城中，这里是指他的家乡，哦，啊，格拉逊、伯塞大，啊，这些地方，加百农，这些都是他的家乡，知道吧？他那个加利利这个地方的几个要紧的城，重要的几个城市，哦，格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三个地方呢，啊，今天都不在了，知道吧？这三个小城现在都不在了，哦，都不在了，哦，都只剩下一些考古要去考古的而已。那么这些地方都是他家乡。他在他家乡行了很多神迹跟异能，就是在当中医病赶鬼，行了很多的这些事情，然后耶稣就在当中就忧伤，格拉逊，啊，有祸的，加百农，啊，有祸，这是一种忧伤，一种遗憾，不是咒诅，哦，不是咒诅他们，不是，就是说很忧伤，觉得很遗憾。为什么耶稣觉得忧伤跟遗憾呢？因为行了这么多神迹在他们当中，是不是？如果行在，泰尔跟西顿，泰尔跟西顿是加利利西北方的两个外邦人的城市。如果行在外邦人当中，耶稣说他们早就悔改了，早就悔改了。披麻就是很忧伤的一个蒙会就悔改。如果所以审判的日子呢，泰尔跟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哦，那么这个。这里就讲到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或作你将要升到天上吗？将来必坠落阴间，哦，因为在你那里行的异能行在索多玛，索多玛还可以存到今天。所以索多玛，我们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被上帝，用天上降火毁灭的，对不对？被审判的。所以这里在提的就是讲到人领受的都要为领受的负责，哦，这个加百农、哥拉逊，啊，这个伯塞大，耶稣的加利利的这些地方，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经历耶稣的神迹，那么在审判的时候要记得他们要负责，上帝审判是公平的，对不对？多给谁就向谁怎样多要，哦，这是公平的，哦，所以你说啊，这个人很有恩赐，啊，可以羡慕一下，但你不一定要觉得特别好，知道吗？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怎样，要为自己有的负责，你没有上帝不会跟你一样。所以加百农、伯塞大这些地方看到耶稣那么多神迹，可是他们却没有回应他，没有回应他，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呢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所以这里就讲到，啊，人呢，人不要以为看得见的就你就会更有福，不一定是这样，哦，这些人看得到神迹，经历得到神迹，不一定得着救恩，不一定得着救恩，哦，因为他们都经历了，不一定得到救恩，哦，那么所以耶稣就讲，啊，因为他们忽略了上帝的恩，哦，只是在当中，啊，只是看这些神迹，看这些异能，就跟当年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一样，只是要上帝行神迹，却忽略了自己有没有什么信，哦，他们认为说上帝你行神迹我就会信，这不是，哦，这不是上帝要的信，知道吧？上帝要的信是人，对他的一个顺服，对他话语的一个依靠。所以二十五节那时耶稣就发出了一个赞美来，
哦，这个是一个宣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哦，你是天地的主，哦，那么你将这些事，就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显出来。这些事是哪些事？你像这些事，这些事，这救恩的事，跟救恩有关的事，神把跟救恩有关的事，跟救恩有关的事，很多跟救恩，救恩，人以为上帝你来行神迹就是救恩，不是，行神迹是让人可以知道神愿意拯救我们，对不对？可是行神迹不等于救恩了，要记得，救恩的事是什么？知道耶稣是谁，这才是真正救恩的事。我再讲一次，你不是你看到耶稣行神迹，然后你就说哦，他是弥赛亚，他就是弥赛亚，不是哦？你看约翰福音多少时候以色列人看耶稣行神迹，就跟耶稣走，对不对？最后耶稣把他们都怎样赶走哦？那个那不是救恩的事。所以耶稣可以行神迹，耶稣可以行异能，但是人不一定得救。因为什么？因为救恩的事向他们是隐藏的，因为他们信不上。什么人信得上？婴孩信得上，婴孩信得上。婴孩讲的是什么？婴孩讲的就是那些卑微的、软弱的，卑微的、软弱的，知道自己不足的，然后愿意来倚靠神的。所以主就在这里就赞叹，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你把像那些聪明通达人你是隐藏的，像婴孩你就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这个观念，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为经上记着，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辨识在哪里？神叫那些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所以什么叫为什么像聪明通达人是隐藏的？因为人自以为自己有智慧，所以如果你自以为有智慧，你就不会认识救恩，你就得不着救恩。因为人啊，上帝不要，上帝要的是什么？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及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啊，希腊人要智慧，人的智慧，那么这个都得不到救恩，得不到救恩。所以神迹不是让人得救恩，知道吗？时间神迹只是见证那个救恩，人得不得救恩还是靠着什么？信。那么人去了解这些教知识真理也不能让人得救，那都是聪明智慧而已，真正要得救还是靠着什么？信。好，所以保罗在后面就讲二十七节，神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卑贱被人厌恶的无有的要毁掉那些什么有的。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就可以知道耶稣讲什么叫婴孩，就是在人眼中看起来是软弱的、无力的、需要人帮助的、自己没有办法的，这些都是什么？婴孩，婴孩。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思想，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有些时候用疾病的方式，神让人知道自己没办法，对不对？有人用苦难的方式，神让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但这些都是恩典，因为让人开始放下自己，才去依靠，才去信靠神。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发出赞美说，父啊，这是你，发出赞美哦，发出赞美。所以这样神的这个做法是可以配得赞美的，
配得赞美的，因为啊神呢啊愿意那些啊卑微的、卑啊贫困的、那些弱小的啊没有办法的得着救恩。人反而被人的自以为的智慧跟聪明给遮盖住了。好，所以二十六节耶稣就说：“父啊，是的，就是阿们，阿们，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上帝的一个美意，上帝旨意当中的一种美，一种美，你的美意就是如此。然后这是一面的宣告，另外一面的宣告，好，另外一面的宣告也不能忘，两面哦，两面，一面是我们看到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得救恩，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软弱，因为他们自己知道需要神，对不对？这是一面的宣告。另外一面宣告是什么？二十七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二十七节蛮有意思的，这是要拣选，拣选。从人看是因为主啊，你把我带到一个情境，让我需要你来认识你，是不是？从一方面耶稣讲的是什么，一方面是上帝自己的什么拣选，上帝自己的拣选，一切所有的都是父自己给我的，没有任何人的意识在当中参与，那么只有父跟子所愿意的人，没有人知道父，就没有人可以得到救恩，没有人可以明白救恩。所以这就是上帝拣选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到两面，两面，一个是上帝愿意给的，上帝自己招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不要让人自夸，也不要让人觉得说因为我怎样怎样所以我才可以得救，不是，都跟你无关，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里主的宣告的时候呢，主先宣告救恩，都是上帝的恩典。人不要想要说我怎样才得救，不是哦，跟人的条件没有关系，知道吧？跟你的聪明智慧没关系，跟你的地位都没有关系，只要跟你的心有关，你的心愿不愿意回转向婴孩，心能不能放得下来，心放得下来，上帝的恩就临到你。所以下面就是主的邀请，主宣告完了，告诉我们上帝的美意的，对不对？接下来主就发出一个邀请，他说你有劳苦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这就是邀请。主就给我们一个邀请，劳苦重担，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所经历的，劳苦跟重担如果要分的话，劳苦是外天加来的，你会得去扛的，这是劳苦。重担呢，是因着这些所产生出来内心的压力。那我跟你们我上次有曾经提过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例子容易想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要考试，对不对？要考驾照好了，我们都要考驾照，我们都去学开车，所以考驾照这个就是一个劳苦，懂吗？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考，你一定要怎样自己去考，对不对？这劳苦，但是是不是重担？不，有些人就神经很大条，他就怎样比较轻松，有些人怎样睡不着觉，这就叫重担，知道吧？这因人怎样而异，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劳苦我们在世上就是这样你对我们做父母的，像我这一次去给小儿子的家的话，那给媳妇做月子，对不对？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那不要那么紧张，想一想也不能这样说他们，因为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那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新手啊，才第一个啊，对不对？
那有些时候听到孩子哭的时候，就会想说，为什么又让孩子哭了？想一想，哎呀，新手，新手。对我们来说，对我跟周姐来讲，我们常常会觉得，不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认定这就是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没办法，因为你有经验，你当然就觉得怎样，就简单了。啊，对他们来讲就怎样，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啊，这有些时候要心态就是要调整，一下子不小心就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其实他是新手。所以老虎中弹是不是跟每一个人的状态有关，跟状态有关。有些时候你说啊，你为什么不紧张，可能他有很多的什么经历过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紧张了。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但重点不在，重点在呼召。主耶稣在呼召你，有劳苦，你有重担，那主说那你就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所以第一个就主说你来找主，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的安息呢，最主要讲的是安歇，安歇。那么安歇就是说你可以在当中啊，把那个劳苦跟重担放下来，放下来，能够放得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他使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什么？可安歇。这个安息是讲那个安歇，就是说我还有路要走，我还有需要，这个担子我还是要背，这个处境我还是要面对，对不对？可是当我到主那边的时候，我就像一个羊被他引导，我可以到青草地上，到溪水旁，我可以怎样？我的心可以怎样？平静安稳，知道吧？平静安稳。那么平静安稳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什么？以赛亚书讲，得力在乎归回什么？安息，对不对？得救在乎什么？平静安稳，这就是安歇，安歇。好，对我们肉体生命，我们很容易懂。如果你一天不睡觉，会怎样？你第二天就很难，心境很难，总是觉得怎样，很乏，很没有力，对不对？很焦躁，是不是？两天不睡，我看不行了。所以失眠的人很辛苦，就是这样，因为他不得安歇，知道吧？你看我们肉身的生命不得安歇，就这么辛苦，那灵里的生命更是这样，要得安歇，安歇。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如果我们去找他，我们有劳苦重担去找他，那么我们就从那里得什么？得到可以安歇的地方，心灵可以安歇。然后再来，然后呢，安歇的心灵讲的是什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很奇特哦。安歇以后不是好像我们会换另外一种心，知道吧？换另外一种心去看待我们的劳苦重担，因为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记得哦，不是你的心已经柔和谦卑哦，不是说你去见主，见完主以后你就变成柔和谦卑的人，不是哦，是主的心是什么？柔和谦卑。然后呢，我们呢，护主的恶，写主的什么样式？好，我们护主的恶，写主的样式。那么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就是说你原来的劳苦跟重担，你发现你会去知道主有一个柔和谦卑的主，他陪你来挑这个劳苦重担，知道吧？恶是共护于恶。那我们知道以我们台湾的牛是只有一个恶，对吧？有没有？台湾的牛就是一个恶嘛，但是中东的牛是什么？两个，马也是两个，就是这样子，两个，两个，所以一次是两头牛在拉，
所以他们叫共乎于恶，就是不是只有一头牛，是什么？两头牛一同拉。所以耶稣讲，你们当乎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就是要记得有一个主，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主，他要跟我们一同来扛这个恶，扛这个什么担子。所以担子还在吗？还在，劳苦重担还在，还在哦。但对我们来说不再一样，为什么？因为主跟我们一起。所以主常常不把这个问题挪走，但是却跟我们一起走过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讲的是这个，不是把难处挪走，知道吧？因为难处挪走，你只是没有那个难处，但是如果帮让我们走过那个难处，那就不一样了。走过那个难处我们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有经历了，对不对？我们就有领受，我们就有得着，因为我们走过那个什么难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要知道他的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就是说，主不来，不是来责备我们，主不是来责备我们，主不是来训斥我们，主都不是，主就是来谦卑的，怎样跟仆人一样，仆人一样服侍我们，他放下他自己来服侍我们，然后我们就要护他的恶，学他的样子。这是对称的话，护跟学都是一样，护跟学的就是说，我们看主怎么样来背这个担子，怎么样来背这个恶，我们学他。劳苦重担我说的没有变，对不对？可是这个恶，这个难处，主怎么承担他，我们就去学他，知道吧？学主怎么承担他，我们就去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到那个安歇，知道吧？真正去享受到那个安息，那个安歇。好，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我这就是就回到第十一章这整个讲的天国为什么是努力进入的。因为我们人呢，会一直你一直睡不着，因为你一直在担心，所以你一定一直睡不着。那人说你有担心，你就开始数羊转移注意力，对不对？可数到最后你发现还有一只羊睡不着，就是你瞪着大眼睛一直看着你。所以我们不是用取代的方式，我们不是用钱，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实际的告诉主，实际的讲就是交托的意思呢。交托的意思就是实际的把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实际的表达出去。我不是表达，是表达出去，就抛出去，知道吧？抛出去，你有担心，什么担心你就一直讲出去，你有难过抛出去，抛给主，不要抛给人，抛出去。然后你抛完了，你问你的心还烦，你就说你还烦什么，你想到什么，你说那讲过了，懂吗？了解吧？就你抛到接着说，是吧？该说了我都说了，这个是一种操练，知道吗？你就把它抛出去。所以彼得讲，对不对？你们要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卸就是什么？抛出去，抛出去，抛给神。所以主耶稣讲，劳苦重担，对你抛出去，然后呢，你看主怎么样护这个恶，那你就去护他，跟他一起护这个恶，不再是你，乃是他跟你，知道吧？不再用你的方式，乃是用他的心，他的方式去面对这个，这样了解吧？那这样我们才跟他一起怎样走过，那我们就享受那个心灵的平静安稳，内心真正的安息。就跟今年的那个一样，很多人不会念哈，Kyung Ha，没错哈，Kyung Ha，
这个 要用背的，因为这是客家话。所以啊，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提一下，就是记得约翰啊，他用心用心用心，但他忘了他是跟主同负那个轭，这时候他就会怎样？焦急，就会不满，知道吧？哦，那就安静不下来，然后他又是一个性子急的人，所以他就一定会去跟耶稣讲，哦，就跟以利亚一样，主啊，只剩我一个，怎么你还这样子，对不对？哦，那上帝不会，上帝是恩典的，啊，神，啊，常常很多弟兄姐妹会担心说，那我会不会跌倒就完了？不会，记得，哦，你只要真心向神就好，真心。你要真心向神，神就是要我们真心向他，嗯啊，神爱我们到底。然后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许多时候对环境的话不经意，我们 会因为担心害怕等等，我们都会采取否认的，哦，或者质疑的。那我们对上帝的话不要这样，哦，神为他自己的话负责。再来，我们要记得上帝有他的美意，我们不要担心以为自己不够聪明，不用担心，其实我们真要挂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放得下，放得下，啊，去接受，去接受。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两个方面要能够放下自己，一个对着环境，一个对着神的话，要放下自己，对着环境要放下自己，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对着环境要放下自己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你所遭遇的环境是出于神，因为这是要神的美意，本是什么如此，对不对？而不是照着你的努力。耶稣也不能照着他的努力说，父啊，我已经行这么多神迹了，所以这些人都应该怎样信了，对不对？这是照人的努力嘛，对。但没有，环境是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照你的话都传了，可这些人仍然怎样？不信，那我不是白做了，对不对？哦，那即便是白做，你要相信这是谁的安排？神的安排。所以我讲的第一个，我们要接受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是谁在掌权？神在掌权。第二个，我们要相信主的话，主的话。为什么？因为是主跟我们一同扛这个轭，两个部分，所以我们是操练这两个部分。好，那什么时候是安歇？我也交通一下，如果你有神的话以后，你就要操练安歇。上帝你是这样说的，那我的心就怎样安静下来，我不再说话，我就不再想，甚至不再想，可以不想最好，就不再想。不用一直不要祷告吗？祷告当然要祷告，但不要再变成一个很担子。祷告当然还是祷告，那就不会再继续的怎样困扰下去。可是每次祷告不是就想起来这件事吗？我所谓的想是这样，嗯。比如说，就是很正面的想，是不是？也不是正面的想，放心的想。不要这么担心。比如说，有些时候我想一个，啊，比如说周姐说啊，我什么东西不见了？啊，不见了，我说不见了，然后我就祷告完了，然后我说那然后呢？那我祷告了，然后呢？没事了。好，我说那就没事。意思就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会让他找回来，或者真的找不回来，找不来也没事，哎，这就是没事。哎，然后隔了一两天或怎样，哎，他又找他。那这是一种，这不是我跟你们教说安歇是这个事，知道吧？安歇啊，有些事情很奇特，上帝蛮特别的，你们妈妈小时候可能知道，有一天晚上10点了，然后
因为十点多了，然后我们就接到一个电话，那时候刚好很多诈骗嘛，前一阵子，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哦，啊，你只是做重品呢、啊？周姐说，是啊，啊，你的钱包在我这里，周姐讲，一定是诈骗集团，把他给怎样挂了，挂了以后，他开始找他钱包，发现钱包真的怎样？不见了。但他这很奇怪，因为他才刚刚用钱包啊，就回家上楼之前才刚用钱包，钱包怎么会不见？所以他就觉得很奇特。后来那个人又打电话来，那我就说哦，他就描述一下他在哪里怎样。我说好，那我现在马上下去。他说你要会有等很久吗？我说不会，你现在其实就在我们家楼下，是。是他，我忘记他是怎么样，然后要坐上车的时候，他的包包拉链没有拉起来，好，所以他上车的时候，钱包就掉到我们家楼下，就这样而已。然后那个人捡到，他要去麦当劳吃东西，捡到就看到一个钱包，里面当有证件呢、啊，啊还好，还有电话可以打，然后就打电话。到我家就这样，然后我说啊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麦当劳。我说那你等我三分钟，我马上就到。然后他去的时候，他就说那你拿证件给我看，让我知道你是不是，然后我就给他看看完，他说好，就这样，还好碰到这样的人，证件也没有事，钱也没有事，钱包又还给你，前后后发生的时间大概20分钟。所以有一些事情，有些时候想一想，事情可以很大，可以让你很麻烦，对不对？可以让你那天晚上找不到钱包，然后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还要急着去把所有的卡片都挂失，对不对？那也可以碰到一个人，他就很乐意帮你做这些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人。我们有些时候想一想，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要以为自己太小，其实一点小事都可以让我们团团转。尤其现在的人，你的手机不见，我就看你大概就。所以我以前看到有一个人说，在国外手机不见大哭，我可以体会得到。可以体会得到，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什么？手机里，对啊。那突然间你到国外去，你手机不见怎么办？我后来我想一想，也实在是哦。如果因为你开车出去，你一直看那个 Google Map， 然后手机不见，你就完了，你忘记你人在何处了，你也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我们人没有太强。所以回到经文上，记得我们感谢主的恩，你的每一本是如此。记得这句话，我们身上发生的事绝对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你的孩子，你抓遇的人事物，记得都有上帝的恩。好，这一章我们讲比较长一点，有没有问题？雷哥，请问代祷算不算是与人同负一轭？是代祷最艰难的是，你要把那个轭扛起来，那个真难。你可以为人祷告，可是会变成，如果没有心，就会变成报告，就这个事情报告完毕，对不对？然后代祷的话，要有一个觉得你在担，所以要有一种，有些时候需要一种情境，有一种情境。那如果你我们要操练一种代祷的行径的话，那一种方式就是用想的。所以我以前碰到一个老弟兄蛮有意思的，他要为人家搬家祷告，他就开始想。其实我发现他祷告就是跟他在搬家一样啊，主啊，这搬家哦，一定要好天气哦。然后我在旁边听他祷告，主啊，这个天气如果不好，你知道这就很辛苦啊，下雨天东西会被淋湿啊，主啊，你一定要让他有好天气才行啊。
啊，主啊，这个搬家啊，这个不小心会受伤啊，主啊，你就让他怎样？哎，他可以祷告很久，我就在想说，我搬家可以祷告那么久，发现怎样？他一直在那个什么前进。这是一个老弟兄，我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祷告。嗯、我说这个老弟兄到底是那时候30年前，说听听看这老弟兄怎么祷告，哦、蛮有意思的。他不是报告，不是说主啊某某弟兄哦，他要搬家了，求你帮助他，就这样子，不是哦，他是好像在对话一样。然后主就在对面，他就跟他讲，主啊，你要记得这哦，这样你不这样不行哦。这 很有意思的一个老弟兄。嗯，哎，我觉得这个弟兄给我一些学习，就是这样，嗯，所以蛮需要学的。这弟兄，一个老伯伯，已经被主接走了，不过我们还记得他的祷告。你跟那个耶稣，他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选择的基地是在加百农。可是从今天我们读的看起来，他选了这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行的神迹异能却很少有人信。嗯，所以他不是为了当下，是为了日后。日后，就是这一群人有一些被撒了种子，有一些被耕耘过了。对不对？可是当下他们可能没有信，可是日后耶稣复活他们会信，像耶稣的兄弟姐妹，就耶稣复活就信。所以有些时候是为了日后，不是只为当下。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责备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他们可以醒悟过来，还是希望。所以他不是，所以我刚才讲，他不是一个咒诅，他是一个用忧伤的口吻却发出一个呼喊，希望人悔改。请问一下，那第十二节说那个天国的门是要努力进入的，那可是我们名字不是已经被写在那个册子上吗？对，所以我们进去了吗？但是我们要去领受天国的丰富，好、哦，你要有那个非得不到不可的心，所以这个是态度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心态，心态也是一个内心的作为。所以保罗说我是望着标杆直跑，对不对？直跑就是这个心，努力进入。那你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讲，那我不努力会怎样？不努力就可惜，知道吧？就上帝要给你，然后我们就怎样？没有得到，我们就落在自己的愁苦。那我们又觉得自己很苦。那上帝说：“我要给你，你自己怎样，不来拿，然后又觉得自己很苦。”所以不是不给我们，是上帝已经要我们，但我们要有那个心才拿得到。这是不是有那种两个方面？一个是说，一方面我们是要有信心说啊，我们的名字会被记在生命册上，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说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字真的是被记在生命册上。就是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如果我们现在努力进入天国，积极的追求，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经历我们名字在上面。这个蛮有意思的，经历。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涂抹吗？比如说，假设说我本来我想说我已经在生命车上，比如说我信主，可是假设我没有很努力，或是说我就是觉得好像啊，反正我知道我会的嘛，我也没有怎样，那可是好像会被涂抹，已经在生命车上的名字会被再涂抹掉吗？好，通常是这样子的，通常上帝拣选的人。上帝不需要去涂抹，为什么？因为上帝拣选的一定是什么？要给谁就给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一定可以怎样得着。涂抹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好像我们的名字在上面，
从我们的角度上看的话，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名字就怎样，就不在上面。所以我们已经被选召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只看这一面，以后我们会看。我说过上帝一定会管教，知道吧？上帝如果爱你，他就管教你，你要随便过日子，他就管教你，让你怎样随便不了。你想要轻松过日子，他就不让你轻松。你功课不学好，他就叫你继续学，那你就知道你是属神的人，因为上帝不放过你。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这个没学好，我说没学好只好再学了。他一定要，我说一定要，因为上帝就是这样，他不会放过，他选的人不会放过。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要有这个心态，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有，但是要去经历它。那怎么去经历？只能有这个心态才能经历。好，我们第十二章下次再谈，因为接下来就要谈那个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安息，安息就是安歇，安息啊，这个是最要紧的。那我们体会安息，我先剩最后两三分钟跟你们提一下。你体会的安息或安歇在你的家里面，你想想看，什么时候你觉得安歇？放心、所以你要在家里面去思考，在家里面，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想要我们的家有一个安歇的情境，知道吧？你一到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家里面的人大家都怎样，都能够善待，都能够和乐，都能够喜悦，都能够满足，所以你就在一个什么安歇的情境当中，知道吗？你看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本来的原生家庭没有让他有这样子的对这个经历，然后他自己后来成立的家庭，他就也没有办法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他就觉得他说他很难体会上帝的爱到底是怎样。对，所以这里就讲要到耶稣那里，然后重新学看耶稣怎么面对那个情境，一定是重新学，从耶稣身上学。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护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要学。这对他而言很难，有没有什么通常是这样，通常我们学习的开端，对没有经历的，我们 是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们一个经历，一个历程，慢慢去体会它，慢慢去体会它。因为如果都没有经历，只能祷告求主让我们去经历，然后去体会，去经历，去体会。你哥刚刚这样讲，我觉得很可怕。我在想说，对啊，我在家里什么时候能安息？我竟然好像没有答案。然后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叔叔他那时候我住台北，我叔叔下班回来。他下班回来第一个他就是要找我婶婶，就他老婆，就我婶婶不在，他就说，他就自然而然他说那我回来干嘛。对，然后我就在想，像我家就是虽然大家吵吵闹闹，但是因为有家人，那你看到家人感觉表面没有安歇，可能还在斗嘴，可是心里是安歇的。可是他如果回到家，家里没有半个人，他没有安歇，他就是会觉得，那我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要洗澡？是要睡觉？是要在这个屋子的活动是什么？对啊，所以有时候那个安歇是一个亲情，或者是一个感觉。对，安歇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上帝就是要我们去在人跟人当中去经历，去体会因他而带来的那个安歇。安歇，你跟一个人
有冲突有争吵，那就不能安歇吗？还是可以，还是可以。所以这就是安歇。所以安歇是一个历程。所以诗人讲说，我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对不对？那就是安歇。他不是为了找奶吃，他就在里面，他讲那个就是一个他安静稳妥可以放心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去找着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个安歇安息。你会仍然有很多问题，很难有很多要面对的，很难想到很多很多很多都会想，但是要回到那个安歇。